当你选择站在舞台中央，你就得承受质疑的目光。当你选择假装大人模样，你必须学会孤独的成长。我们是15岁的 TFBOYS， 我们在音乐风云榜。谢谢你们的选择，让我们闪闪发亮。2015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，我们的时代，青春向上，修炼成长。